警方跨上机车，急着赶回派出所，因为地下室这头工人们竟然发现一具干尸。今天是金华城在坍塌意外后复工的第一天，下午工人进入地下二楼准备开始拆除作业时，发现一具尸体，吓得赶紧报案。警方封锁现场调查这具已经风干的尸体，工人们也暂停施工。金华城去年熄灯后拆除作业风波不断，今年六月在拆除时楼地板突然坍塌，当场压死一名工人。没想到才刚复工，工人们却又发现一具干尸，这要怎么工作下去？还好经调查后，警方说这男的有窃盗前科，可能是想趁工地停工时进来偷东西，结果发生意外，但详细死亡原因还需要再厘清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